直接呛辣的主持风格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而他的三个女儿都遗传到他的好基因。近日频频受邀登上杂志封面，一举一动备受外界关注。近日大女儿和二女儿又再度合体拍摄时尚杂志，尽管两人年纪轻轻，但面对镜头却丝毫不害怕，很有大将之风。而两人也因为新二代的身份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，但却一致认为学业和工作一样重要。17岁的 Ellie 认为踏进演艺圈，生活上没什么太大改变，她还是一位学生，要过好自己的人生，认为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是考上理想大学。 Lily 则表示，随着曝光量变高，最大的影响是受到许多关注，但也因此激励她成为更好的人。超成熟的访问曝光后，粉丝纷纷直呼又被圈粉啦。